飞姐，我跟你说，我的天哪！嗨，好熟悉的场景啊！龙哥，走开！今天来到我的主场，有没有感觉腿软？今天是要把我们彻底消灭，对不对？随随跳舞，牵着脚太空漫步。我笑了，你还装酷。阳光晒过的路，正好是年轻的温度，温暖舒服。一飞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一飞，你，晚上米歇，我是来自 Paris 的曾小 Blue， 我今天来就是要接一飞，跟我一起回到 Paris 附近的酒庄一起生活。等一下，什么曾小 Blue？ 你不是电视里的王祖蓝吗？我是曾小 Blue， 你们谁有名祖蓝？哎，这么吵呀！一飞，听我说，我有话跟你说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没什么问题，你给我出去，你拿着，你不用回去，不想，来，跟我来，跟我一起生活。不是你啊，因为你再这样，我打电话报警了。啊，你这个翻板，走，什么翻板？你走，你别，哎呀，你说，你吵死了，离开，等一下，给我一个台词，都出去，没有台词，出来，我给你单挑，你来，这个单挑，谁怕谁？影响我涂脸，哼！用一下我的麦吉丽素颜三部曲吧，用完之后就可以不用上妆了，特别好吸收，还有美白功能呢。这个麦吉丽素颜三部曲呢，涂完之后不玩不化妆。吕子乔，你这半个小时了，一个球都还没打进呢。你好，需要我们的精品特调吗？啊，不用啊，谢谢。子乔，你需要吗？什么口味的？这个是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的精酿小郎酒，我们现在用它做了几款新的鸡尾酒，清爽炫彩，超好喝的。给我来个清爽的，来，爽。哎，你信不信我分分钟要到那个美女的电话？我一口一水喷死你！等着。哎，美女，我敢赌100块，如果你回头，我一定会惊艳的叫出声来。美女，你怪怪的。哪里怪了？你怪好看的。土味情话是吗？没有没有。这位兄弟。你不要找打好吗？找打啊！打人我是不擅长，打球我很擅长。啊？是吗？要不然我们用男人的方式解决一下。来。喂，你们一直喵喵喵喵喵，还不打呀？还在喵啊？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还有喵喵喵喵喵，喵喵喵喵喵。你不说爱我，我就……哎，婷姐您来了，能不能是舅舅这俩人？好吵啊！哎，美女，什么情况？你一看就不会打台球，要不要我教你？那我试一下。哎呦，来哦！哇！厉害！
姐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你没看着，吕子乔被潘晓婷 KO 了，你没去太可惜了。啊，那是潘晓婷啊。我是说不留电话给我。哎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小云妈，你试戏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导演竟然看上了张伟。啊啊！都跟你说了，今天要面试。你看你非要吃小龙虾。我吃的不是龙虾，是胜利的回报。你说你一个你陪我来的，你弄那么性感干什么呀？闹灾了。这什么戏呀、啊？连个名都没有。这龙虾嘴肿了，都被导演选上了。哎，不是故意的啊，不是故意抢角色的。哎，那个曾老师不是说今天让我们一起去奔跑吧，玩一玩吗？是不是？听没听说？拉倒吧，曾小贤的话你也信？哥，这个你最喜欢的咖啡我给你点的，什么情况啊？有事找我啊？你这话说的，没事我就不能找你啊。哎，对了，哥，我发现你的英文最近特别好，进步太快了。你在联合国演讲的那两个单词，那个特别长，就是 sustainable development。所以我说你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多看看跑马，长知识。说的太对了，对了，还有那些，我别还有了。说吧，到底有什么事找我？就是我们公寓的朋友啊，要来上你们那个节目，就是能不能来的时候拜托你们照顾照顾我们？就这个事情，你早说呀，太没问题了。明天早上8点，我带着我跑男的小弟去接你。行的，谢谢你哥，太有面了。还有啊，待会儿你买的单没带钱。有人敲门。嗨 ，Hello。我的天哪！嗨。哎呦！哇塞！他什么楼哥总裁？呀！好熟悉的场景啊！欢迎 Hello， 你好，今天我叫曾小贤，我叫邓超，今天来到我的主场，有没有感觉腿软？今天到底应该这边说欢迎还是那边说欢迎？因为我们准备说，我们带着跑男的大家庭，今天是跑男摄制组探班爱情公寓。啊，你先站过去了是吧？那怎么样呢？站对了是吧？紧张的咬指头了，啊？你过去吧，这边不缺人。我们也站不开。我问一下，这个还原度到底有多高？还原度还是很高的，95%吧。连这个橘子都有。对，这个橘子是新鲜的呀。我们是僵尸橘，因为我们拍了4季，这个橘子没换过。然后它里面就经费有限。这橘子好像3年前就在这儿了。欢迎大家来到爱情公寓。今天我们的奔跑吧邀请到了爱情公寓的好朋友，他们陪伴了一批80后、90后的成长，和我们的兄弟团一样，也是一路互相扶持、共同成长的老朋友。这间神奇的公寓里是收获友情和幸福的地方，在这里，最好的朋友在身边，最爱的人就在对面。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，而最爱的人就住在这里。哎，真的，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说，一进来真的毛孔全都竖起来了。大家今天难得聚在一块儿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老友福利特辑。哦，老友福利。接下来大家会分成3组来完成任务，但很遗憾的是，小鹿因为身体原因，所以无法加入大家。在我们今天的老友福利特辑当中，每一轮获胜的队伍可以在礼物池中挑选礼品，把它放进礼物车，最终的获胜队可以拥有礼物车当中所有的礼品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邓超。